该，歹势，交交下多谢你陪我去做产检，搁送我回来。哈？啊，恁两个今仔日做伙去做产检，恁是不是已经开始约会啊？真歹，你莫你有话讲这代志绝对不是你想的安尼啦。我做歹代志的人，早晚会现出原形，难逃法律的制裁啊。所以哦，你上好陪警察。啊！不过我先把看到伊了哦，快想我改变了。我对香港街完全了解，完全体会。你为什么会点头答应？因为实实在在是一个小性命，开口为了哦，伊就会变作一个。真天真，真古锥红的啊！只有无悔无目屎啦，这人生就会提掉。这个，我阁看到伊，我感觉伊在我的巴肚阁大汉啊，嘛感觉伊甲我阁较熟悉，阁较亲近。我突然间就想要甲阿妈甲阿姆说多谢，好佳在迄个时阵，伊有出面阻挡我做这件这么残忍的代志，好我家己无阁继续唔着落去，啊若无，我就变作是杀人凶手，我会艰苦一世啦。该，啊你完做，不要紧啊。这群哦，这款白囝的情形，那亲像愈来愈严重。乖，海水，为国的辛苦你啊。想叫我是查某人，每一个查某人都会拄到这款情形甲过程的，只是我拄到的状况较特别呢。该，我看你这么艰苦，我先送你回厝休困好不？不用的啦，我还久要回去公司了解一下文婷厝内人即卖情形。今仔我去认定，就是要关心顺续甲文婷斗相共。这件代事我来办就好，你听我话，先等厝休困。若是有进一步消息，我会叫厝顶打电话通知你。姐，我来上班。啊。我给我。阿姨啊，你哪我带伊来咱家了？啊，我拄只人无爽快，所以才请吴先生送我回来。啊好啊，人已经送到啊，你先走。哎呦，吴少爷，哪只罕行啦？来来来来来，先坐落来吼，才豆豆啊讲啦。明阳，去泡茶啦。免想啦，我无欢喜这款人来咱家啦。我若要甲伊见面哦，敢若是要伫我办公室尔。错呀、啊！曹警官，我无啥爱去你的办公室呢，也是讲伤害你心的人抓到我。暂时是还袂啦，啊，不过做歹代志的人，早晚会现出原形，难逃法律的制裁啦。所以哦，你上好陪警察安尼啦。我看来目睭闭较紧的啦，伫边啊，定定看这个案情发展。我嘛相信天理甲公义，袂让一挂有偏见的执法者。我白玩拢好啦，我嘛相信天理甲公义啦，袂让一挂惯犯一再躲过法律的制裁啦。川，哈哈，谢谢谢谢谢谢。那阮小弟明勇哦，讲的是一挂普通的道理，我相信哦，伊绝对不是针对你啊。我就是咧讲伊啦。哎呀，明勇啊，你安尼无证无据，是会冤枉好人，是知法犯法，是罪加一定的。何小姐，我紧啦。
算了，我跟蔡警官啊，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了。该，拍摄，交交好嘞。多谢你陪我去做三检，搁送我回来。哈，啊，你两个今仔日做伙去做三检，你是不是已经开始约会啊？真的，你莫你黑白讲好无？这代志绝对不是你想的安尼啦，该一定是伊的苦衷啦。哎，该，你安怎？该，我扶你放下休困。免你急步啦，该伊无介意，大部分人我也过伊啊。姐，妈你扶该伊，你别来你休。吴少爷，啊你加坐一下，我等下才出来好好跟你交谈哈。来来，该伊。蔡警官，你还阁唔走？我马上会走。啊，今日透早，我陪家的时阵，我感觉伊身体真虚，我身躯就应该万几块啦。可能麻烦你只要我到三家，去买一点仔补品，甲家己补身体。家己的身体，我会好好照顾啦，免你加操心啦。我肯袂用表示我一点仔心意，无需要啦。我哪知影你心内到底在想啥？非你这钱嘛，唔是要给你的啦。好，我唔管你有收无收啦，我放伫桌顶，麻烦你通知恁姐来收。我放你妈安尼做啦，啊，是安怎啦？你把钱放伫阮家，我会让人怀疑讲是因为李心凌的案件受到你的恶势的。而且我嘛同款安尼甲你怀疑。蔡警官，啊，扫出去，我无想要甲你无爽快。